我们看这一题啊，这一题它是压力是单位面积所有力嘛，啊，密度是单位体积里面的质量，那加上 P 除以 Rho 啊，开根号，因次是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看呢，那 P 的因次多少？P 的因次，好，我就直接把它除好了。我们先 P 除以 A 行，好，那就等了，这样是等于那个F 哈。V 除以 AM，哦，啊，这面积嘛，好，啊，这个是体积嘛，所以一除啊，是长度的单位，所以是长度的单位，啊，乘以多少？啊，F 呢除以 M 哦，是交互单位嘛，所以是 L，啊，乘以呢 T 的呢负次方，所以一除出来应该是速度的单位，啊，你要开根号，你要开根号，开根号。开根号，所以是 L 呢除以 T 的单位，所以应该是 L 除以 T 的单位，这速度的单位，所以答案的话应该是选 C 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二项。好，啊，这物理意义当然就是速度了。哦，他们说这个物理意义多少？那物理意义实际上就是速度了，像是声波的速度了。所以答案的话应该是选 Joule 了。